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牵头完成的数字月球云平台，已建成了全球最全面的月球探测数据管理系统。在数据应用方面，我们必须充分发挥现有的人工智能的技术优势，月球专业大模型将大大的加速海量数据的处理，帮助科研工作者挖掘新的科学发现，推动数字月球云平台向智慧化迈进。我觉得大模型在辅助了解月球和行星科研过程当中呢，有这么三个层次的一个作用吧。第一个层次呢，就是对月球和行星表面的一些构造啊、地貌啊，它进行一个自动化的一个识别，或者叫智能化的一个识别。第二个层次呢，就是它能够解决我们现在已经发现的一些科学问题，但是由于人的这样一个对数据的一个把握可能没有那么全，没那么大，但是我们大模型呢和大数据加起来可以能够解决一些我们现在已经发现的但是靠人还不能解决的一些科学问题。第三个层次呢，就是随着这个大模型训练的智力水平的进一步增长，它呢可以发现新的这样一个科学问题，我们人还没有发现的科学问题，而且呢它能够依靠自己的知识能够解决这些科学问题。